我是梁吕珠，大家好，我是柯珍，欢迎您再度与我们一起探寻这个奇妙的世界。在旅游的行程当中，毫无疑问，住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柯珍，大大小小的旅馆你也住过不少，有没有什么特别令你难忘的地方？有，我记得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岛有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我们外景队在那边住了几天，跟老板、适应生上上下下都混得很熟。我们一起坐在印尼的菩提树下面看着星空，而且他们还招待我们喝一种当地特产的竹子酒呢。哇，听起来好浪漫啊。不但如此，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再加上拿手的印尼民谣，常常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我们曾经住过一个三星级的旅馆。三星级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旅馆了嘛。才怪，那个旅馆里面只有一个17岁的弟弟，他自称是旅馆的经理，可是从生活煮饭到打扫房间，所有的事情都他一个人包了，而且晚上睡觉还不准我们关门。为什么？那不是很危险吗？因为他随时都要进来替我们的煤油炉添油啊。这也算是三星级的旅馆啊。所以从这些切身的经验当中，我悟出来了一条旅游真理，那就是不要完全相信旅游手册，也不要太过于依赖你的导游。所以两队等一下参与的时候，可要千万记得这句话哦，不要太相信你们的导游。好，现在就让我们来介绍现场的两队来宾。首先在我右手边的是由巨东建设所组成的世界队，请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胡子潮。大家好，我是肖仰昭。大家好，我是陈碧队。大家好，我是徐子梦。非常欢迎你们的参加。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已经连闯两关，由台北爱国狮子会所组成的奇妙队，他们已经得到8800元的累积奖金。大家好，我是李文林。陈荣芳。翁义才。大家好，金雷。奇妙队又发出了这种先发制人的狮吼啊！狮子已经发出吼声了，世界队可要站稳你们的马步哦。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四位担任导游任务的先生小姐，首先为您介绍善于讲鬼故事的司马宗言先生。第二位是在第一集里面表现非常精彩的赖佩霞。第三位是年轻英俊现任的立法委员，也是观光学会的理事长林玉祥先生。第四位是美丽的名演员张富美小姐。非常谢谢四位担任我们责任重大的导游工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今天要去的是哪些地方。加尔各答有1000万的人口，有人说它是印度的第一大城，也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可是当我们用爱心去观察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人性的都市。庙里拜过佛吗？您曾到庙里许过愿吗？在遥远的湄公河边，有一个古名叫暹罗的国家，那里的佛最多，那里的神最灵。只要您诚心诚意，保证有求必应。旅游者心目中最后的乐园巴厘岛，在轻歌曼舞中令人不知岁月飞逝，欢乐的岛民即使对于葬礼都显得非常达观，他们祝福死去的亲友踏上到达来世的通天之旅。
在菲律宾的马龙火山，它那云雾围绕的外貌很容易令人引起美好的遐想。事实上，它的秀丽和杀伤力同等著名，它的力量不是凡人所能控制，因为它是众神的烟斗。我们节目的第一部分了，我看现场的两队都非常的紧张，希望在我们一分钟限时问答里能够有好的开始。限时问答的办法相信两队都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就请世界队挑选一位你们喜欢的导游，你们的选择是谁？赖佩霞。赖佩霞，好，赖佩霞请到我这边来的答案卡。赖佩霞在我们第一集的节目当中表现非常的精彩啊，妙语如珠，所以我们这个单位又把她请到节目中来，希望你们今天能够配合得很好。准备好了吗？好，现在请计时，计时开始。圣诞人常坐的那个是什么？雪橇。对，百圣滩在哪一个国家？艾奎诺。菲律宾。战争片里面我们经常看关犯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印尼。放弃。OK，不要用乐队伴奏，然后就可以发出声音。很多人很喜欢唱歌，都用那个什么？对。现在已经到了3500点，什么涨停板、跌停板，那是什么？股票。带着雪橇的那个动物是什么？雪橇的动物，一个字。狗。放弃。巴黎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象征是什么？巴黎铁塔。什么铁塔？巴黎铁塔。在北极，住在北极的一种民族是什么？什么人？爱斯基摩人。我们经常到北头去洗什么东西？温泉。有一种表演，有声音的。踢踏舞。时间到了，来佩霞可以回来了。来佩霞的手脚并用，为世界队夺得了1400元奖金。他们答对了7题，非常恭喜世界队。现在该由奇妙队来选择你们的导游了。我们选美丽大方的张富美小姐。张富美小姐，奇妙队的观察力非常的敏锐，每一次选出来的导游都能跟他们合作无间，希望今天张富美也能跟他们有很好的默契。准备好了吗？好了，请计时开始。夏天到海边我们都要擦什么？防晒油。我们常吃的可以炸成这样一条一条的，也可以炸成一片一片的。薯条。放弃。艾奎诺那个国家，菲律宾。温度计里面有一种液体，水银。印度有一种乐器，最有名的乐器。放弃。国外很流行的，大家都不穿衣服生活在一起。裸体营。对，算对。有一种那个体育活动就是这样，用那个。踢毽球。足球。国外的中国城称作什么？加拿大。从台北要到南部，我们都要经过哪里比较快？高速公路。有一种东西吃了以后会啊？辣椒。蒜头。辣椒。最后一题算对哦。好，奇妙队总共答对了8题，得到奖金1600元，我们恭喜奇妙队。两队都已经取得了基本奖金，马上就要进行我们外景单元的猜谜部分了。我跟柯智恩曾去拜访了很多的地方，发现有很多的城市都有它的别名，就你所知道的有哪些呢？我想就大家所熟悉的，像是花都巴黎、雾都伦敦，还有大苹果的纽约，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的古都台南等等。接下来我要带您去参观的这个城市，它的别名叫做万头钻洞的蚂蚁窝，也有人称它为人性的都市。以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个城市，倒是很特别哦。对，那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加尔各答。位于恒河三角洲上的加尔各答是印度的第一大城。在54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容纳了1000万的人口。
这个人口密度居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城，室内建筑富丽堂皇，公共道路四通八达。我们在街上看到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据说加尔各答光是电影院就有80家之多，但是这个城市也有人把它叫做世界最大的贫民窟，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难民涌入这里。唯一拥有电车系统的加尔各答，事实上因为过多的人口和复杂的人种，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您看了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这不是暴动，其实这是一个证券市场。坐在上面的是控制加尔各答金融的马威西人，他们正与世界各地主要的商业据点通电话，每天交易的金额高达数百万卢比。掌握加尔各答经济大权的，除了马威西人之外，还有锡克人。锡克人每天早上吃一根甘蔗，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得运动更有活力。外国人常常把头上永远缠着布巾的锡克人误认为典型的印度人。事实上，锡克人只占印度全人口的2%。但是由于他们勤奋团结，使得锡克人在经济上握有相当大的实力。事实上，能够来到公园里做晨间运动的人，都是属于有钱有闲的阶级，玩着足球和板球的青少年，几乎都出身于良好的世家。他们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当我在这叫做麦丹的公园骑上供游乐的小马后，似乎也感受到加尔各答朝气蓬勃的一面。但是在距离不到1公里的班纳基公园，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阶层的休闲方式。在加尔各答有100多万流浪街头的游民，班纳基公园就是他们最好的去处。在公园的一角，我们看到有许多以人们喂养为生的老鼠，他们一个个倒是长得又肥又大。在这里不愁吃喝，是人们因为宗教上的信仰而引发的善心。但是对于面临饥饿威胁的数百万加尔各答平民而言，似乎也是一种极大的矛盾吧。如果撇开加尔各答的烦恼，用一种观光的心情来看这个城市，那么班纳基公园倒也有许多好玩的事情。看看这位替人算命的老先生，他吸引顾客的方法是养了一只特别的宠物。班纳基公园每天都有盛大的布道会，印度教的教士在这里带领着众人唱出对于来世充满希望的圣歌。里面你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们。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他所使用的装备非常的有趣，看起来就像是外科手术用的消毒器具。你们能猜得出来他在这个公园里面到底是做什么的吗？杨宇珠，公园里面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悠闲，我想你们去拍摄的时候一定是星期天。那你就错了，那天是星期一。其实印度人的天性真的就是这样子，很悠闲的啊。他们通常都没有什么，有些人没有什么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会找到很多的休闲活动。所以我看那些人啊，也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因为他们只要随便摆个像影片中那样的摊子就可以做生意了。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啊，他们还嫌摆摊子太辛苦了呢。
至于影片中那个摊贩所用的器具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来听听导游们的分析。我们先请司马宗元发表你的高见。这个印度啊，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他们也是啊，老百姓呢既贫穷呢，又喜欢悠闲。套句中国的俗话说啊，就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啊。这个地摊子有点像咱们上海的澡堂子一样啊，其实是专门给那个公园里游客啊掏耳朵的。他们收费很低呀、啊，而且掏起来相当舒服，这是真的啊。确实适合这些个失业游民的消费标准呐、啊。那些工具啊，根本就是清洁耳朵用的耳挖子嘛。娃子，我们还是要听听第二位赖佩霞怎么说了。说什么我都相信啊，但是只是清洁耳朵我不太相信，因为除了清洁耳朵之外，他们好像还有很多的器具。据我所了解呢，印度人呢，因为天气很热，而且他们都很悠闲，那当地呢牙医并不多，那他们经常会有蛀牙的情形。那蛀牙怎么办呢？就因为牙医不多，但是人民的需求很大，所以他们就到这些地方。他那个手上拿的那个东西啊，是就是沾那个像一点点那种药水啊，帮你点蛀牙的地方。那其他的就是把他那些工具用来做什么的呢？因为他看你蛀牙烂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拿起工具把你的牙齿连根拔除。很有意思。那听听林委员怎么说。我想这是医疗的器具没有错，但是呢不是这个医牙齿的，是治皮肤病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尔各答这个地方呢，在恒河三角洲非常的湿热，所以也容易得到这个皮肤病。那所以我读过一本叫《加尔各答导游》这本书呢，他特别介绍了说，因为当地人得了皮肤病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些器具拿药把它涂一涂，他就会好了。张副官，你认为呢？他们讲的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印度我常去啊，最主要最主要是他们那边都很爱好音乐嘛，印度人很喜欢音乐，所以那个是在调那个西塔琴的，就是调音用的。西塔琴常弹的话就比较容易音会走掉嘛，是调琴用的。每一位导游都正经八百的发表他们的高见，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两队都已经做好决定了吗？你们要注意哦，你们要同时出示答案，不然晚出示答案的就算放弃。所以你们现在好好的商量一下，我们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一二三，请出示答案。世界的答案是司马宗元先生，奇妙队答的是林玉祥林委员。到底谁的答案才对呢？就由我在印度为您说明吧。各位观众，这位先生在公园里面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你们看了就知道了。这些挺唬人的器具是用来掏耳朵的，掏耳朵就是他的职业。各位观众，您猜对了吗？我们正确答案是掏耳朵，所以导游当中只有司马宗元的答案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非常恭喜世界队得到奖金2800元，非常恭喜。奇妙队很可惜没有答对，奖金维持在1600元，出师不利啊、哦。不过我们还有下面好几个单元啊、哦，可以扳回劣势的。各位观众，请您不要走开，稍待一会儿继续收看《世界真奇妙》。继续收看《世界真奇妙》。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带各位去参观佛教王国泰国。哎，梁女珠，我听说过泰国有个很灵验的四面佛。对，而且你到那边去许愿还好，还要去还愿，否则就会很多千奇百怪的怪事发生。这是真的哦、嗯、我在泰国的时候就曾经听说有一个贵妇人，她在四面佛的面前许愿，她说如果愿望达成的话，她就要回到佛的面前来裸身献舞。结果她的愿望果然达成了，可是她却反悔了，一直都没有回去还愿。结果他身边的那些亲朋好友就接连发生了好多很可怕的怪事，逼得他只好赶快回去还愿，才使得这些灾难没有继续发生。哇，这件事听起来乱可怕的，我们还是到泰国去看看吧。
隋唐时候被称作赤土国，中外史家都认为这支民族是从中国迁移过去的。元朝以后时常入贡，暹罗这个国名是明太祖朱元璋所赐，一直沿用到1939年。今天的泰国在暹罗语的意思是自由的土地，事实上这真是一片受到佛教祝福的自由土地。泰国人有真挚笃实的宗教热忱，古代王朝之间的战争往往只是为了争夺一尊玉制或水晶制的佛像。今天泰国人诚心依然，全国约有95%以上的人民信奉佛教，宪法甚至明文规定泰皇必须是佛教徒及佛教的护持者才可以登基为王。我在曼谷水上市场边的这一座小庙默默地祈祷，坐在圣龛上的是一位泰国的得道高僧，我也入乡随俗，洒着代表祝福的圣水，同时也祈求泰国神保佑我们外景队平安成功。中国人在这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签文里就印有中文的签诗，但是泰国人信仰的虔诚不输中国的佛教徒，他们绝对不吝供奉，不但有钞票，甚至连牙刷、阿司匹林也要请神佛来分享。为了积功德，泰国人极度的尊崇佛教三宝：佛、法、僧。对于修行的和尚，他们勤于布施，因为和尚的存在是民众得救的前提。但是泰国人虽然笃信佛教，他们同时也容纳了来自于印度的神奇。这里是曼谷车水马龙的普罗恩奇大道，夹在两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之间，有一座传奇的小庙，它就是最有名的四面佛。据说四面佛有求必应，尤其对于想要赚钱的生意人，还有想要通过考试的学生，特别的灵验。各位观众，这是曼谷最有名的四面佛，它从印度传来，却在泰国受到更多的崇拜。听说这尊四面佛就非常的灵验，有求必应，而且又位于市中心区，所以它的香火今年不断。金碧辉煌的四面佛，冷眼看尽天下苍生，四位舞者在乐声中翩然起舞，他们穿着细腰的泰丝长裙，随着曼妙手姿舞出了泰国人虔诚的心灵。小庙是由旁边一家大饭店出资新建的，由于许多工人在盖饭店时不断意外受伤，老板特别请来印度的饭神，也就是四面佛为其解难，最后饭店果然顺利盖完，他的灵验也使得善男信女争相涌到。前面您所看到的舞团也是老板为了还愿特别请来的，而且终年不断，为这个繁忙喧嚣的街上带来了祥和的宗教气息。泰国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国家，其实他们拜拜的方式跟我们也差不多，像这种祭祀用的纸，我们看起来就有似曾相似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想请教各位观众，泰国的佛教徒是怎么使用他们的呢？杨丽珠，你许愿的吗？当然有啊，我希望世界真奇妙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可是我可没有答应四面佛任何的条件。
我知道你已经把谜题中里面的东西带回来了，就是这个东西，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也听听看我们导游们怎么说明给你们听。现在请司马中原先生。泰国这个佛教是小乘佛教，同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不尽相同。在佛经里边呢，佛并不赞同焚烧冥纸、算命打卦之类的玩意儿，可是在泰国可是有很多地方跟我们民间是一样，有焚烧冥纸啊、焚烧金箔的这个祭拜的仪式，那种纸钱就是我们的冥纸，是烧来祭神拜佛用的，我相信是这个样子。赖佩霞，你认为呢？刚刚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泰国虽然它车水马龙，但是我们都可以，我们都知道它相当的迷信啊。那它那种事实上很多人会认为它是冥纸，但是它是一种金箔纸。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经常有人去拜佛，那就家里的人生了病，那就到那边去请一张这种纸，上面写上你病的病名，然后之后呢你把它烧掉，烧掉以后就请那个和尚把它化成水，然后生病人就把它喝下去，这经常跟我们那种乡下什么喝符水啊那种的道理是差不多的。林先生，你的意见呢？神佛的事情呢我们不能说假话，这个金箔呢是给那个佛像来添新这个金衣服的，那在这个四面佛旁边呢它就有几尊佛像放那里，好像石头做的，然后呢你拜了以后把这个纸撕下来，把这个金箔呢粘在这个石头上面，那我去粘的时候呢上面都已经粘了好几层的，都暖暖的啊，所以这个是给这个佛像来加这个新衣服的。张志美，你的意见呢？上次我一个朋友啊，泰国朋友跟我讲，他说这个我也很疑问啊，我就问他，他说这个纸啊是家里人如果有不平安的话就拿到庙里面去求，然后带回家贴在那个床头那边，就让那个人比较平安这样子。谢谢四位导游的提示，我想两队都已经有了复案了，现在就请你告诉我们你的选择。庙队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胸有成竹了啊！对，要扳回劣势。世界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好，给他们三秒钟啊、哦！时间过了就表示放弃了。一、二、三，请出示选择。好，请两队出示选择。奇妙队选的是林玉祥先生。世界队选择的也是林玉祥先生，大概因为林先生讲的那一句话，大家都不敢不选他了。对。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去泰国四面佛前看看吧。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就请这位信徒来跟您解释。ติดทองที่ช้างเอราวัณติดทอง各位观众，原来这上面的金纸是信徒们用来贴在寺庙里面的偶像柱子或者是其他的雕塑品上面，用来表示他们心中的虔诚。各位观众，您猜对了吗？神佛面前果然是不说假话，所以我们的导游之中只有林玉祥先生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们非常恭喜世界队，目前他们的奖金已经加倍累积到5600元，恭喜你们。我们也非常恭喜奇妙队得到了3200元的奖金。各位观众，你还喜欢这个单元吗？稍待一会儿还有更精彩的，请不要忘了收看《世界真奇妙》。各位观众，欢迎您回到《世界真奇妙》的现场。每个人出国观光，总是不忘了会带一些纪念品回来，而且我们发现，在贩卖这些纪念品的地方都没有看到当地人在购买，所以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买东西的时候都有吃亏上当的经验。对，像在印度就以宝石很出名，但是要提醒您，在买宝石的时候可要多注意看看路边的红绿灯哦，因为说不定你买的绿宝石就是用红绿灯那个绿灯罩的碎片磨成的。这种事情在印尼的巴厘岛绝对不会发生，因为巴厘岛每个人都具有艺术天分，从他们手中雕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段巴厘岛的影片。我们飞翔在有如波涛般的云层之上，心中充满了期盼，因为我们即将到达神秘的巴厘岛。这个位于火山带的小岛，在1917年
曾经因为火山爆发毁坏了2431所寺庙，但是巴厘岛的岛民乐天知命，在虔诚的宗教传统下，它永远是个快乐而安详的世外桃源。各位观众，巴厘岛上的一切，不管生老病死，都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深受印度教的影响，例如在社会结构中，他们也有类似印度的种姓阶级之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肉体的忽视。他们认为人生的道路虽然长，但是唯有死亡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极乐世界。巴厘岛是印尼唯一信奉印度教的地区，他们承继的生死轮回的信仰，对于死亡的仪式相当重视。这位戴着面具的人扮演着神的使者，他前来葬礼处诉说着死者生前的善行。现场我们看不到任何悲戚的画面，众人反而不断地发出哄笑之声。这是因为巴厘岛人认为，任何人在葬礼中流下的眼泪将会羁绊住死者之灵，使他难以升天。这位戴着丑陋面具的人也代表着神的使者，但是他却以诙谐的语气道出死者生前的恶行。这种永不止息的善恶对抗，也正是巴厘岛民对于人生最好的诠释。在死者家中举行的死亡仪式只是所有葬礼的一部分，最隆重的一段是妇女们头顶着贡品，随着男人将尸体扛出送往火葬场。死者的尸体放入在外等待的高塔之后，前面的圣牛便负起开道的任务。这种圣牛的外貌以死者的身份高低而有所区别。火葬场离死者之家并不近，我们外景队随着人群走了几乎3公里才到达了目的地。尸体从高塔移下来之后，众人开始把圣牛的背部切开，因为尸体必须放进圣牛的肚子里一起焚化。教早在10世纪就传入了巴厘岛，数百年来，巴厘岛人在得天独厚的良好环境下，建筑美丽的寺庙，举行盛大的祭典，发展优雅的神乐和舞剧，以感谢神奇所赐予的安乐。这种虔诚的宗教气息和淳朴而优雅的民风，形成了巴厘岛举世无双的独特风情。观众，这里是巴厘岛上普通的民舍，每个人都会被巴厘岛美丽的海岸和迅猛的音乐舞蹈所迷惑。但是今天我要为您介绍巴厘岛民真实的生活情形，现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吧。巴厘岛的房舍建筑有着特殊的方位观，但是他们的卧房通常敞露在户外，晚上睡觉只要把帘幕一拉就可以了。基本而言，巴厘岛上的每一户人家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他们种植水果蔬菜，饲养家禽牲畜，他们天性勤奋而努力工作。巴厘岛的人家还有一个特色，每一户都建有一个家庙，除了过年过节外，他们所供奉的神明都安置在神龛之中，不能妄动，其中也有祭祀祖先的灵位，香火终年不断。各位观众，看过了房屋的建造还有他们的生活情形，我们知道巴厘岛典型的房舍之中其实就是一个积极而有次序的小社会，他们自给自足，顺天安命，就像每篇童话故事的结尾一样，他们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欢乐的场合，我参加了一个巴厘岛传统的婚礼。巴厘岛的婚礼通常要连续举行十几天才算完成，现在这场婚礼已经进入了第五天了，新郎新娘仍然保持着愉悦的笑容，感谢宾客的到来。可惜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仪式的举行，新人的长辈在致辞之后唯一的活动就是让大家共进晚餐。有趣的是，今天巴厘岛的传统婚礼吃的可是非常现代，两排自助餐的架势就像进了饭店一样。各位观众，刚刚你已经欣赏到巴厘岛的葬礼、婚礼还有小镇人家，我想多少你都可以感受到巴厘岛独特的风貌。现在在现场我们为你陈列的很多来自于巴厘岛的工艺品，像这个东西我少了20公分来提它哦，你们看一看，不要小看它哦，这些都是用椰子的壳雕刻而成的，非常的精致美观。还有这个非常的有趣，你能够猜出它是做什么的吗？它是一个门铃。不过今天我们要猜的东西不是这两样，而是这个芭蕉树，它是最能够表现巴厘岛的特色。哎，我刚还以为这是塑胶做的呀，其实不是，它是用木材烤成的，非常的难得，这是巴厘岛最有名的木雕品。现在我就要请三队猜猜这棵芭蕉树到底要值多少卢币。你们还记得新台币跟印尼卢币的比例吗？比例是1:54，意思就是说1块钱新台币可以兑换54个印尼卢币。三队仔细考虑一下这棵芭蕉树值多少卢币，都已经决定好了吗？我们也欢迎导游队的加入。好，现在就要请你们出示价钱咯，三队要同时出示价钱。好，我们给他们3秒钟，1、2、3，请出示答案。哦，奇妙队，你们这样是弃权了吗？再一次，好，好，大家请出示你们答案。世界的认为是37万卢币，导游队是36万卢币，奇妙队是16万卢币，到底正确答案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喜爱旅游的音乐家于一鹤先生来到现场为我们做解答。于鹤先生本人就非常喜爱收集这些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品啊，我想这多少能够激发他的作曲创作能力。灵感。好，就请你为我们揭示答案。各位观众，大伙好，真正的价钱是，耶，35万1千元。我们非常恭喜导游队，那一天讲好得意，我想这当时他鞠躬最大，他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福将，每次他在的时候，导游队都答对了。非常恭喜导游队可以得到我们巨额奖金2000元。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比赛的结果，世界队他们总共得到的奖金是5600元，奇妙队今天得到了3200元的奖金，连上两次的卫冕，总共得到了12000元的奖金。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卫冕队是世界队，我们非常恭喜他们。奇妙队，
奇妙队的表现也非常的好，我们的男士友队连着上次的女士友队一直卫冕下来，已经连续称霸了6周啊，今天总算把宝座给让了出来了。对，表现非常的精彩。